位，靠靠个嘴巴活到现在。好了，这个嘴巴说下来唱歌，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大大的台神爷。没错，想问一下现场朋友，想不想听我们唱歌？想的朋友来一点掌声表示一下。谢谢你们的热情，谢谢。大年初三，感恩感恩啊！唱得够呢，之后这个新年大家最喜欢看到超人物的，一定会到你身旁，好不好？是的，送给大家这首《财神到》，谢谢我们现场乐队飞鹰大乐队。传的，你们很厉害。对，刚刚本来想啊，下台跟大家啊，这挥挥手要跑来跑去，然后走到这边，哇，过山了。走到这边，我不算，来来回回，就是啊，向大家呢啊拜年拜年，希望大家在这个来年的新年呢、啊，龙年了嘛，现在、对啊，龙马精神，二龙腾飞，龙马精神，耶、那个最重要。我觉得大家呢，身体健康最重要，每天快乐呢更重要啦。没错，开心、健康、平安、喜乐。好，我们的节目继续，等等我们。